好，我是蔡嘉芬。大家好，我是徐雄章。七月八号，星期六下午两点，在第三届台湾长笛嘉年华，我跟许先生，我们会为大家带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讲座。那讲座的名称叫做《漫谈长笛演进史》。除了我会告诉大家有哪些非常重要的曲目你不可错过之外呢，除了这些曲子之外，还有一些非常重要的演奏家，当然还有跟乐器制造是息息相关的。所以我们会呢请这个许先生带来非常难得的这些乐器呢来到现场，然后跟大家一起讲讲那些年的名曲名家与名笛，千万不要错过哦，快来报名，报名链接在下面，请点开链接，然后赶快来报名，谢谢。